2-0，国足主场击败叙利亚。赛后，吴磊接受采访时直言，每个入选国家队的队员都希望做出自己的贡献。此前，里皮曾批评国脚态度，吴磊也算回应了里皮。此外，吴磊直言，中国男足对亚洲杯很有信心。此役，吴磊状态不错，他创造了不少机会，也浪费了一些。但下半场，吴磊通过点球帮助国足锁定胜局。不得不说，吴磊就是现役中国足坛的第一前锋，除了临门一脚有待加强，他的停球、带球都十分出色。拿下这场胜利，国足松了一口气。吴磊赛后表示，压力挺大的，因为外界争论多，所以我们求胜欲望很强。亚洲杯马上开始了，之前三场没赢，希望通过热身赛把自信心找回来。此前，里皮曾批评国脚态度，认为国脚们在俱乐部和国家队的表现差别大。吴磊如此回应，只要入选国家队队员，不管什么比赛，因为国家队没有友谊赛，每个人都想做贡献，每个人都想打好亚洲杯。接下来，国足能打好亚洲杯吗？吴磊信心十足。教练组一直强调，我们在亚洲不算弱队，我们12强赛和顶级球队交手过，其实差距不大，对亚洲杯很有信心。